这步伐迅捷的世界里，我们仍然行动缓慢，不知不觉能活个两三百年，比起其他生物长寿很多。往往我们的死都来自横祸，有时被拿来占卜，有时被拿来下药，更多的是被拿来食用。很多朋友都因为肉可分离而死亡，
唯独大师父的慈爱，让我们保有我小小的家，也让我们住进了大大的家中，享受着这两三百年的安逸，直到寿终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社区防疫组组长何启功。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全球，为降低国内社区感染风险，请国人一起保持适当社交距离，以拱手代替握手，并遵守以下几点原则：一，请与他人保持室内 1.5 公尺、室外1公尺距离，正确戴上口罩后，则可免除社交距离限制；二，拥挤或密闭场所应全程戴口罩，如在电梯内或用餐时，均应避免交谈。用餐后若要交谈，也要记得戴上口罩。三，连假结束后提醒您留意自己健康状况，如出现不适，记得戴上口罩，尽速就医，并告知旅游史，保持社交距离，保护自己，也保护他人。慈悲的路上来